还不错哎，有的摸嘞。那肉饼还摸得到的，一四条，哎呦，一张都没有，肉球饼，哇，一四条那么多，对，肉球饼上都没有了耶，排好漂亮，骑手排就漂亮了，他刚上一个四饼，这已经是注定的，王一，你办到了，王一，哇，你办到了，恭喜你，再加六千，恭喜。搞不好要创我们单集的，就是光是全民拼麻将就已经两万三，很高奖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待会猜大厅再弄个五万、三万的话，就五万，对，就是一万啊，就是五万三，然后最后再唬我乘以三倍，十五万，哇，十五万九千块，哎呀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录到这边就结束算了。好了，再次恭喜他们，恭喜猜大厅，奖金加码送。自摸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六台。终极猜答题，奖金加码送。好，今天这两万八累计很高的奖金哦。哦，刚才已经帮你们算过了，第一次猜中加三万就有五万八，到了全品拼麻将胡到我的话乘以三倍就十五万九，哇，这是最高奖金了，今天最高奖金五万八，没有了，五万八乘以三十六万七万，哦，是五万八，哦，我还算五万三，对，嗯，十七万四，十七万四，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因为你两万八，如果你放我们炮的话剩九千，好不好？我妈剩九千，除以三，除以九二七嘛。哦，哎，那我们先过这一关，先过这一关，先过这一关再说。现在想那么多，再聊，再聊，再聊。先过这一关再说。先让你们知道最好的是什么，最差的怎么样？好，那中间会是怎么样？中间不要管它，来。插进去，吸，我要先插进去吗？对，当然先插，而且要插对，一定要插对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插到对的位置，不能乱插。打九饼。要猜了吗？妹妹，你还没猜啊？二条，哦，嗯，九万，中。三条，可怕！七万，三万，好厉害！四万。有时候听牌也是一种技巧，反正你们现在奖金是两万三嘛，所以猜牌一万比胡牌更重要。猜对第一次就三万，听牌按铃，请按铃，打发财。王耀庆打了发财之后听牌，奶哥有没有要猜他的牌？还有一枪让你毙命啊！猜猜，他手里面有三个一条，因为他打了刚九万，他刚碰二条的时候呢，旁边还有条子，打了九万，也打了九饼，又打了三万，嗯，所以他单调的牌，
三万旁边不是靠二万，是靠四万。三，这牌要打了一手烂牌，因为这样我太容易就知道你听了。来五秒，单掉四万。好，单掉四万。刚刚还有刚刚已经解释了。好，起摸牌。没有，该哪个摸？猜得跟真的一样，分析得真好。九条，好，现在该王怡，你可以猜耀庆的牌，猜对第一次三万，随便猜，因为蒙中了就是三万。那如果我下一个再猜就没有三万了？对，是不是？有，第一次猜都有。但是问题是你还要回顾一次，所以有可能哪个猜到？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现在猜跟下一次猜是一样啊。好，要猜。请问王耀庆听的是？是，因为他刚刚靠到万字，然后打三万。来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卡五万，卡五万，为什么卡五万？因为他刚刚，他刚打三万啊，三万，他旁边就是一个万字啊，对，卡五万，卡五万，什么牌？所以如果他是五万跟别的对倒的话，这样也是猜错。对，当然。好，那你抓，他还没摸牌。所以如果他是五万跟别的对倒的话，这样也是猜错。对，当然。好，那你抓，他还没摸牌。他盘好猜了，就是就这几个卦。碰五万，那我就服了，服了。哎，可是我是你没有全部猜错，是二五万，二五万，对，为什么卡猜卡五万？对啊。我应该打八万，那这样会怎么办？没有啊，就算五千啊，加五千，你们两个加五千，这样是好的 ，OK。但是你们错过了三万的，因为我刚刚字幕也是加五千，打五万。我这牌又看到他是三，奇怪了，我看到他打碰二条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一对三万打一张出来，因为他碰二条的时候呢，他倒了一张一条被我看到了。对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时候他的牌是这样子啊，这样。对，所以他就是一对，一定是一对三万打一张出来，所以他三万是从中间这样抽出来的。不是，我刚刚看到，所以我也是他三个一条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是他因为三万从中间抽的，所以是这样啊。所以当然，所以他这可能是一条啊。对啊，所以啦。所以我们这样还是加奖金，加五千啊。嗯，耶！好了，哎呀，我这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加的方向这个对了，才没问题。刚刚本来我们讲错了，是讲两万八，真的变成啊，是两万三，一语成谶，两万八。哎，就像我说的，是不是？乘以三的话是七万六。好，来，然后打回原形，好不好？八万四，啊，打回原形，来，智能对决，三条一。三条一，下次累计奖金两万八啊！放我们炮变得除以三倍，九千三啊！那我们呢？如果说我放炮乘以三倍，啊，他们放炮 double。可乃哥，你有注意到吗？怎么样？就耀庆哥今天从头到尾不是字幕就是胡牌。那怎么样呢？好，这样怎么好意思？学长怎么会这样？学长，到最后再学长是我导播，而且我学长是导播了。等这个录完。再叫学长好不好？因为打回来变九千三的话，那就没什么好叫。那不是说乘三的话，那你要叫我报酬吗？乘以三的钱，我想乘以三在制作单位的这个钱都是我在付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坚持不会放炮，你不要想到我这边来。好，谁打？谁打？庆哥加油！今天不是你打，不好意思，请坐，请坐。那我们的队形是？当然是我看，我盯他啦。你们怕什么？队形，是不是？来，队形，这个排什么队形？我们在干嘛？